存一百万，对，不吃不喝，那肯定要吃喝的。我几十年也没存不到那里去，我二十岁工作了，是吧？老早都是低工资了，一开始三十几块，是吧？学徒嘛，十几块，是吧？这样过来的，能存一百万，到哪里去存去了？现在上班的年轻一些的家庭呢？年轻的家庭就高管层，估计啊，也要靠十年。是管理层的。打工的你是像两万块一个月吧？是。一年多少钱？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拿两万块，他就快。对，快。不可能的呀。这样的家庭少是吧？少。刚刚我们和老先生聊到呢，像上海的普通的家庭存够一百万要多少年？您觉得要多少年呢？现在上海的一百万也不稀奇的。不稀奇，住，持续要几年，好能到一百万。这个是要积蓄一点辰光了，要积蓄一段时间了。三四十岁这样的年轻人的家庭，他们是吃光用光的，叫日月光，他们还有小孩，第三代小孩。他们都用光的，再来啃老，啃我们老的。他是一般性的，这个就没底了。没底。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跟我们消费两样的，我们还节约一点。我们也是要从放点钱养养老了什么的。他们是，那年轻人懂得呀，都是卡的，对吧？是。他们用钱不管。他们老是想消费的，我们不舍得。我们岁数大还是按照老以前的。风俗习惯还是，不吃光用光，喂小辈，都喂小辈，攒钱给小孩就是，小孩用，生活也比较勤俭，比较勤俭的。上海的小孩哪一个小孩，都要有房子没？不是靠老爸拿出的钱来，都是靠老爸老爸老妈的，最起码的，自己买的要么做生意，要么单位首付的单位，给他首付要几十万了，给他要付掉。我们都给小孩房子要买好的。哪怕两个，我想我两个小孩，也要给他们买房子买好。大姐有两个小孩啊？双胞胎？不是的。他也好一点了，他也想到点福利了，动迁一点福利也想到点。没有动迁，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房子。上海房子买不起。这边房子嘛，动迁啊，靠动迁啊。动迁的呀。动迁拿到点钱呀、啊？在自己积蓄的钱。摆在一起、我们想做个小的房子啊。也像是个大房子，对不对？没办法的呀。又矮，里面又潮湿。不会动迁了。不会动迁了。保护建筑这个帽子一贴，这个帽子套好了，动了就不会动了。这里永远是小房子。那他们保护不来保护的。保护不来保护。你保护动了就不来保护呀。从外面看这房子挺漂亮的。这个房子你不到里面不知道，等你走到里面，厨房间。你没进去了，进去还要还要踏步，对。这是老先生家。没地方洗菜的。就摆到外面来了。洗澡没有的呀。这边是走廊的位置。走廊的位置烧饭烧菜，弄都弄来去，阿拉也要去。那可以，你背起口子。那我就打在起口子。楼梯。那我把你带到我那里去看了。好。这里还算好的嘞，好几家人家的厨房，一间一间小间，下面等四家人家了。是，所以这个煤气灶挺多的。这里算好的，煤气灶，我把你带到我们那里。三个了，好，到大姐姐那里看看。你去看。我们开放的。大姐这里走。你们这里没装修啊？什么装修过的？刚刚老先生他们那边装修过了，感觉。我们也装修过的，哎，来嘞。就我们这个小区，你看，几家里的，1、2、3、4，这么大小，这里还出了100块钱算装修过，这里面又脏，这个里面我们不敢来的。你看我这里就是擦干净，我弄东西盖住了。这是大姐的。那这里是我的门，我不出来烧饭的，我把门封死。我不出来烧。这个门不进出了。我不进出，我烧饭也不烧，在前面弄电池不烧，里面还有脏。这是楼梯间。楼梯间，你看脏。楼梯在哪里？这个门啊？楼梯间把他们都拿了用了，一塌糊涂。你看，这里哪像人？楼梯看不到了吗？楼梯在这个里面，在前面这里给他们都这里上不去。
要从前面走的，这他们做做洗澡间了。哦，你看这里，是的，你看这个上面。这里掉了一块板。哎呀，我们这里要么就吵架了，就弄了一塌糊涂。我不出来烧了，我就这里不出来烧了。嗯，在你房间里用电磁炉烧。我在房间里烧，烧一点点试试，不在烧菜就到浦东去烧，烧了再带点过来。嗯，你浦东有房子的。嗯，住在女儿家里呀。从远处看的话，这幢建筑还是挺漂亮的。一塌糊涂的。嗯。你看这里，你看看。你看洗衣机，你看我们东西完全摆不下，我就这您家？哎，这我家，我家我刚刚装修好弄好。嗯，大姐家的房子装修过了。哎，就夫妻两个人在那，我们电磁炉烧烧，我后面就不敢去了。嗯，在这里烧饭。哎，站在那里一会儿，脚上要咬死了。不敢。这里看挺漂亮的啊。这自己房间先弄不干净，算算的，我包理好了，马上就准备出发到浦东。这是卫生间。哎。卫生间是自己弄的，是去浦东去看你女儿了是吧？带小孩呀。哦，带您第三代是吧？嗯。哦，大姐这工作量还挺大的嘞。没办法。退而不休您是？为了小孩。